大家好，我是夜巨龙，迷幻幻魔兽世界。影片开始前，我把这一集的天赋、特质、精华以及整体数值陈列如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来，开档。没错，我这把来挡他小弟的。没事，再给他涂一个毒，就开机包上去了。没事，你不做，那我就不敌你了。对，吓尿。我要把你们
破灭是不是？还真的是目光破灭啊！这个我真的帮不了你。抓一下，哎，通通挂。我真的帮不了你啊！对，这个我真的忘不了你啊。
3, 2, 1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放心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第几波？放心。放心。小女孩，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，快逃！方卡 bug 吗？应该是没有啦。赶快过来下注啊！我们有新的肉。
对啊，你在等什么？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就对了，快逃！原来我被点圈圈的时候不会有地板记这声音的，对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那这个呢？回，这个有啊。对啊，你不是坦克啊。哦 ，nice 啦！冲啊，小猫！他们很有经验，我们放在那里，他们只有两个人看得有看懂，对。嗯 ，Hello， 哦，对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选择先进那个门，对，懂啦。
汹涌，快跑！木子在放什么啊？看不到。没事没事，还行。放心。龙抓抓。全员启动。牧师输出是好啦，吃哦，拉那一坨干嘛？白气哦！假二，还行呐。好，这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